别往前走了吧，小心，等会儿掉到水里，不得了，又想哭。摸什么呀？摸那个海葵，我喜欢摸它们就会关起来的样子。哦，好滑哦！哦，酷！无聊的人干无聊的事，你知道？无聊啊！你再弄一次。亲。是不是很好笑？多么邪恶的一只手！它关的没有那个小的那么可爱是吗？因为它是逐渐这样关的，就是如果它是小的话，它会一下就关掉。对，然后就像这种小的，好萌啊！